挺想试一下。抓他很难抓，咱俩这中野前期抓佐伊太难了。慢慢发育，回家了吗？这人别来抓他，抓不死的，不可能抓得死，咱俩。打了一套还行，别去了就好了。回了，很稳啊，也不贪。难道呆呆的？说实话，我感觉有点呆呆的。左一三个头。
怎么能看见我？应该看不见这位置。这把好难打，我们这辅助还是个维罗斯辅助，我靠，我都不知道有什么用。装备扭掉，我得回家了。装备有点好。真言理个财吧。什么伤害呀你？还好吧，这波这700我得拿。这几下就给我爆杀了，感觉。就完吧。兵线很亏呀。我靠，这 QQ 到我了！遇见出破剑者的，哎呀，这样搞的就有点难受了。
还行，又拿一个650。这打野有点猛啊。我发育也不差，还行吧，慢慢来。目前这局面算是稳住了。别打别打别打，这龙直接给了。你的气中啊，兄弟！还干嘛？
弄啥呢？哎呀，可惜，这波慢了一点啊，让他那个大招正好把我晕住了。谢呜呼声小号送的科技血瓶，我可以去找这个水上提，水上提应该打不过我，他出了全护甲。扛不住我伤害的，我这把等级很高了，十四级。拿小龙吧，对面应该想给了，对面想去打大龙。哎呀，大龙得去啊，我看情况贴过去，但这视野有点差，完了，没有地方给我 TP 好像。玩意伤害看都看不懂，且看才晚来虎牙送的封将卡。我马上16了。
前面开始出魔卡了。就可能先抓个单，这边辅助跟佐伊是没魔抗的，这两个任务随便秒。先开采外来虎牙爽的风将。哎呦，感觉我这波大慢了，不然应该能把它换了的，1000块的，被 Q 到了，这波这 Q 不该吃的，这玩意跟个鬼一样哎。他没虚到，一波了好像。一波了，哎呀，可惜。
这四杀能拿到就好了，四杀没拿到。